啥？世界又出新带去啊？甚至比黄金玛莎还贵。哇塞，太酷炫了。呸，放屁，你那是缠他的身子，你下贱。这马化腾啊，现在真是换着花样来骗钱啊，连出生早都有空头了，还是 plus 版本的，开局就让人眼前亮。当然烟哥说的还不止这些。我靠，随便吃啊，他妈的。喏，看到没，人家都是跳伞成的降落伞，呵，你一倒好，直接整辆车在天上飞，哎，就差把迈凯伦穿身上了。不多不说啊，确实有速度与激情的味儿了。我采访一下各位，你们觉得这车咋样啊？虽然说这边价格比和平精英贵，但问题是这待遇好像比和平精英好。牛啊，这不我这也没车皮嘛，要不等会咱们一人染一辆。真的会有人如此狠心对待奔奔吗？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四辆呗，一人一辆，刚好奔奔可以露素材，对不对？这也太幸福了吧，太幸福了，好羡慕啊。看来今天不仅能白嫖最新皮肤迈凯伦，还能再整一次海岛飙车。迈凯伦新皮肤是双座跑车，再看看内饰啊，从内到外全是炫彩。整个车打包后是黑色，除了紫色呢，还有白、黑和金色。哇，眼睛都快给我闪瞎了。价格呢，都比之前的玛莎和马丁贵一些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听说男胖花2000大洋抽了个紫色，也算比较欧皇了。哼，反正我是抽不起。好了，四辆迈凯伦，酷啊！海岛 F 4，这妥妥的海岛富商，太有排名了。我感觉车子太多了，可能要被要遭雷劈的。不会的。我去啊，这嘴巴是真开关了啊！先打个药。接下来就是咱们海岛 F 4的表演时间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